是人在呼召我之处，不论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们都依然能够献上敬拜。这首歌真的给我很大的安慰。在去年我妈生病那段时间，我一直都在听这首歌，因为会问上帝，为什么的家人会碰到这样子的事情？那我觉得这首歌给你在，如果你现在正在一些很痛苦的环境里头，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可以给你很大的安慰。好，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。阿们父神，我们今天在这里聚会，因着十字架的爱，你的罪得赦免。主耶稣，这个礼拜彰化县正在办理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，求你祝福参赛的每位选手展现最佳的状态，争取佳绩。同时也因着全县的国民中小学都放假，所以我们当中有许多的兄姐都在外旅游，求你也保守在外的弟兄姐妹路上的平安。神，你告诉我们敬拜是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，求神你现在也预备我们的心来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，因为你说我们要保守我们自己的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。神，你要来开我们在座的每位弟兄姐妹的心眼。神，你真是要让我们今天在这个聚会里头，你的圣灵要大大的来动工，求你的宝血也厚厚的遮蔽，也来洁净这个讲台。主耶稣，我们要求你真的来跟我们对话，让我们真是来了解神你要我们做的是什么，也透过今天义军传道的口，让我们来了解我们要如何来得着天上的基业。求神你要来差派圣灵与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。我们这样祷告感谢，祈求奉你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我们接着要来读我们的主导文，我们一起来读呗。来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来看我们今天的经节。我们今天的圣经则在彼得前书一章三到九节。我来读单数节，我们的弟兄姐妹来读双数节。那最后一节我们一起来读。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上帝，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，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重生了我们，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。来，可以得到，不能朽坏，不能玷污，不能衰残，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。第五节，你们这因信蒙上帝能力保守的人，必能得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。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，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。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，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称赞、荣耀、尊贵。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，却是爱他；如今虽不得看见，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、满有荣光的大喜乐。来，第九节，我们一起来。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，就是灵魂的救恩。我们今天的讲道是要来谈得着天上的基业。我们由我们的义军传道来为我们传讲，我们把时间交给义军传道。